境界战线。这一条。血饿又怎么啦？为什么汉堡没啦？对，我等一下，我砸错一个字。对，帮我输入这个代码。怎么头像啦？无效的代码。无效的代码。Game Competition 是无效的代码。是 C 呢？还是不知道 B 的？我复制新的。他这一次活动有很多这个。哦，有了有了。有很多这个头像可以选哦。好，那帮我开就是 Dreamer Competition 的那一条，帮我点那一个。好。这么多的头。哦，有了。好，感谢你。你看，还有丁义的头。然后把我们这一群一整套穿起来。OK， 所有的这一群都背负在我身上了。好，广告到8分钟，好，好。我们现在进广告，等一下我们会把大家就是拉到上面主播台的那个语音群，那请大家进去之后一样先帮我静音。然后如果想要看实况画面听到易先生他们的声音的话，可以看上面那边有 DC 的直播，那一样就是等易先生卤蛋他们 Q 你们的时候再开始进行队长呛虾的环节。那呛虾结束之后呢，我们会再把大家拉回到这个频道，之后就会开始准备进那个游戏选角画面，到时候我们再 会再开始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嘟嘟嘟嘟嘟！我的尾巴，我没有尾巴。大家可以买云。今天的风儿有点喧嚣。缘分到了就有尾巴。再有这个，大凯背包，开拓者之翼看起来好帅哦。鲨鱼尾巴，萝卜岛玉兔，玉兔现在这么惨啊。王者降临，好啦，把尾巴装起来了。我等玩这个好了，冰男。这13岁啊。
这叫什么？菜刀。西富眼镜，西富派对帽子。小八七趴头上传说 skin 哎、欸。Nemo 光环，高铁很多人哦，高铁那肯定很多人啊。这翅膀很炫哎、欸。四件套，等你进去就会有了。YOLO 的 YOLO 的是哪一个啊？看不出来哪个是 YOLO 的。我还有钱买 YOLO 吗？僵尸的手。广告倒数三分钟，来看一下主台。拉西多的风在哪里啊？我怎么没看到啊？嗯，我这边把大家移动到上面主播台的，那等一下就请大家等。易先生 Q 的时候再开始进行唱虾，然后大追追现在是用游戏的测试服吗？实况组比赛的那一个？没错，我在房间里了。哦，好的，没有问题，感谢。广告倒数两分钟，完全不慌的、哦，我一定是最早到的，完全不用担心我。OK， 好，没问题，谢谢。这个眼镜是谁的、啊？小夜夜，哈哈哈哈哈！是小夜夜的、哦。两大神器齐聚，勾下吉沙的锁魂勾与救下小安的灯笼、啊，这两个是一整套的、哦。广告倒数一分钟。50秒，绿水滴冒冒，麻薯在身边，30秒。20秒，10 9 8 7 6 5 4 3 2 1，走。OK， 各位观众，欢迎回来。可以看到在画面上的这个六个大头，没错，六大猛男。
六大猛男，哎、欸，不行，这个要分好，六大猛女与猛男，哎、欸，这边齐聚一堂，可以看到这个壮壮的肌肉，还有这个充满杀气的眼神哦。没错，我们要来到队长呛虾环节了，还有这边我们就由这个参哥来点名，你想要让谁先呛声？谁先呛声哦？对 对，各位都在吗？哎、欸、，Hello， 朋友们，队长们，全都在，在。哇，刺激哦！我们就从图片的左边开始好了。我们请绿宝优先来，绿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绿宝，安安。Hello。啊，可我可以问一下制作单位吗？为什么我被排毒啊？没有，我就要想，因为你是户外比较常在户外跑，所以你离他们比较远一点是正常的。所以你的意思说我不是 gamer， 我不适合玩游戏喽？哦，没有没有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宝哥，哎呀，这个制作单位搞什么鬼啊？意思我抓到了，他刚眼神是这样讲。对啊，哎、欸，你不能这样子吧？我平常也是在玩游戏的、欸，不然我怎么会参加这么好玩游戏、进阶在线的选拔选秀的活动，对不对？有道理。我现在搞不清楚你到底是在臭我，还是你在吹这个游戏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呛主持人，要呛对手。好，我呛对手啊！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对 对, 對，我跟你讲，第一名是我的，我要拿90,000块去吃海底捞，耶耶！海底捞最近风头很盛哦。对啊，你是想要去看科目三是不是？啊，我要边看边跳。你还要边看边跳？好，那我们这边就有祭品文了，就是绿宝要是这队拿到第一名。他就要去，他叫实况去海底捞，然后跟他们一起跳科目三。好，我再找几个主播一起去海底捞，然后去跳科目三。好，没问题。OK， 谢谢绿宝下的祭品文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位，我们就直接从左到右，好，我们靠叶子了。哎、欸，大家好，我是斜咖叶子。你看吧，就说是斜咖吧。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啊旁边好像很多职业选手啊。也为什么、啊？前职业选手们，这压力好像有点大哎、欸，奇怪、欸。那你要呛谁？你要呛谁？对、啊，你要呛他们，呛爆他们。哎、欸，我已经准备好成为我们这队最强的后盾了。我们那个队员加油，冲啊！队员是谁？不知道，还不知道。你先选出来，再看他们有没有压力好了。好，不够呛，不够呛。那我们靠下一位，来，我们这边欢迎齐拉。啊，大家安安，我是奇拉贝西毛斯恩，我要以我老板今年的桃花运作为赌注，一定要赢啊！如果输了的话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可以吃好吃的吧。你老板今年桃花运也剩7天啊，决赛天哪，这还好，以他的赌注是不是就要输了？哇，刚好是黄金周末啊！对，拿老板直接来当祭品，这招也可以。没错，赌上老板的灵魂。嗯嗯，赌上老板的灵魂，自己不会受伤，太好了。对，下一个也是没在这样子，你这样是自己老板，不是像对手。因为我是菜鸡，我是菜鸡，希望大家可以就是为我一点分数，我会在旁边乖乖捡。对对对，谢谢大家，不要谦虚。啊，那我们看，我们请下一位 JJ。好，身为。这里面最会玩格斗游戏的，我是一定会拿下这一次的冠军啊！稳稳妥妥是？对，稳稳妥妥的必拿冠军。这里面有一个是我的对手，你已经要找到喜欢的角色了吗？嗯，我本来就有在玩这一款，这一款是我特别擅长的一个游戏。哦、啊哎，那你跟你的下一位之间有没有什么碰撞？想要先在这边呛你声？对啊，我下一个是谁？你右边那一位，你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你右边是优柔，右边是优柔，虽然是我的以前的师傅，但在这一款也是终将成为我的手下败将。有这有这，哎，有料有料。哇，那这边直接呛了优柔，那优柔这边有什么想反击的吗？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很会玩格斗游戏的那一位的师傅啊，那肯定是比他更会玩啊，师傅啊，那肯定是的。哎，我在上一个被他搞惨了，我才想说要去小港打断他的腿，但是现在这个游戏马上可以先打断他啦，直接上去打断他的腿、啊，直接上去打断他的腿。我跟你讲，我格斗游戏我超级擅长了，我刚练了5分钟，我感觉我已经摸透这个游戏了。你等一下给我好好等着。哦，好，我们大家就来看一下，到底五分钟到底有没有效？那肯定是没问题的，舒服，舒服，舒服。对，最后是我们的压轴啦，小叶叶，轮到你的回合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叶。我上一个那个格斗游戏输给了前面的两位啊，我要在这边血耻。这次没有团队问题，这次你就是王。没错，暴打暴打，暴打他们。
我怎么觉得呛虾环就是左边三位都是在呛别人，然后右边三位的火药味比较浓啊？怎么会是这样子啊？三人互殴跟三个谦虚的，还有吃海底捞这样吗？我要阻止他吃海底捞。哦，这是海底捞捍卫战。我是觉得你阻止不了我、哦。这款游戏不是英雄联盟，我先跟你讲。这款游戏不用伪兵哦，对吧？这款是进阶战线哦，小爷爷。OK， 没关系，我还是要阻止你。好，大家呛声呛得很开心。对，呛声呛很开心。这个大家还有什么想呛的吗？这个最后的时间，可以在这种时候赶快呛爆，公然的呛爆对方。可以糊在一起，没关系。对，你们可以糊在一起。还是我帮你们打个时间，三二一 ，Go。啊、，OK， 没有，想讲话，直接开扁。好，我能拿冠军就是最好的证明啦，还要呛？不需要呛，实力就可以说话啦。啊，电子竞技实力说话，不需要靠嘴巴的。那肯定是的、啊。我们避免尴尬氛围开始蔓延，我们准备开扁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的话，感谢六位队长这边。谢谢大家，帅气的驾校，非常火爆内容、哦、感受到他们想吃什么、想玩什么都可以知道了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们感谢六位队长，请六位队长先去做准备。好，这个原来没有，他们都不给我面子，给他们数一个三二。OK， 我被拉下来了。哼，我告诉你，这一款我是真的强啊，我一定打爆优洛。这个看好了。给你们见识一下我的连段。原本是想玩新的这一只，但刚玩了一下，感觉今天要播最后一集了，来个精华回顾。什么精华回顾？啊，今天拓海最后一集了 ，Fire！八六甩尾啦！ダブって見えたぜ。一瞬、白黒のパンダタレの。大概说要跟我一队，没问题啊。高速四輪ドリフト。拓海回来了，这一部叫什么？《拓海传》，就是拓海的儿子，然后去。日本屌打各大高手的，哎，你有我这么多 skin 啊！哎呦，开始啦，开始啦！啊，开始了吗？要开始了，要开始了。OK。OK， 准备开扁，看好了。欸、我是要一打五吗？为什么只有我一个在右边？没有啊，这个确实是大大乱斗模式吧？没有啦，这个是没有队友的啦。啊，这是抢没有队友的。对对对，你全部人都可以打，除了你自己不能打，还是你要打自己是可以。OK， 我用这个，没问题。哎、欸，啊，我怎么没办法选我的圣诞装？可恶！等一下，我就点个天赋。等一下，如果有任何人发生断线的问题，马上跟我们说，我们会帮你们暂停游戏。OK， 然后等你们连回来。哎、欸，不，我怎么换我的圣诞女兔女郎完啦？哎、你有先买吗？那有些东西你要先买，然后买之后就可以装备，然后在那个装扮那边外观设定、哦。我可能没啊、哦，那我可能没买到。我的游戏已经卡住咯。我可能重开一下。哎，这边输了一分哦，这边输了哦。我没输啊，我没输啊。看一下哦。换线再输啊，他有 CP 的规则啊，还有重叠系统。OK。哎，算你运气好啊。哎，他结束了。啊，我没买啊。他再帮我们加一次房间吗？不好意思。对，你们这次都可以先买一下。好好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马上快速买好了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。哎，可是进游戏了耶。哎，是不是要重开一下？游戏好像还连得进去。如果马上回去的話、哦，我们看游戏开始了，有任何人目前断线吗？我还没进去，先别打我。那水好嘛？先上 CC， 先上 CC。我连不回去了，我连不回去了。翻译被暂停了。啊，算你运气好啊，差点要先杀你了。没有杀我、啊，我进来啦。哎、欸，
哦，好，所以可以了吗？可以啊，我在大厅我在那个房间的里面。哦，连不回来了。我在这这，那是不是要重开一次？这网络都黏黏的啊！完啦，你还没十一点怪怪的、啊。不好意思，我们重开一次房间。好好好，那、啊、这样要算他输一分吧？感觉要算他输一分了。没有，没有，还没进主区，我角色还没选，我角色还没选。根据大会规章，这个还不能算哦。那我们是出去根据大会规章，我们要离开战斗吗？离开战斗，我们先离开战斗。OK OK， 好。对，我们现在再重开一次房。好好好。我角色还没锁，不能算哦。我先痛扁 JJ 一顿了。难啊，小叶这一款我先围哦，先围哦。这款你熟的？这款我熟的、啊。这款你熟的 ？OK。那我只能再练多练一天了。我再多练一天，应该就可以跟你相提并论了。你的看我那个连招啊，连到你怀疑人生，在天上一直飞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我等一下空中瘦身一下。瘦身一下，我就再接一套。Oh, OK， 我刚刚也学了一些连盾了。好，都有了。我真的要选 KSP 啊 ，KSP 强的、啊。真的假的、啊？嗯 ，KSP 厉害的。OK， 那我等下也要选 KSP。那我也要选 KSP。我要 KSP 加烟、那个队伍。啊，队伍的部分，我们这边会固定帮你们安排哦，这样版面上才会看起来都是一致。OK， 好，对，不好意思，那请大家让我们改一下队伍的颜色，那等一下就会进游戏。哎、欸，我被踢掉了，掉了哦，我怎么被踢啦？完啦，我也被踢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房间关起来了，他重开吧。哦，我重开一次，不好意思。OK。有了有了，看到房间了。レースってのはこうじゃなくちゃな。 EV のレースなんて眠くなっちまうぜ。フライングギリギリのコースタートを切ったのは9号車 GTR。 一つ前の大谷 GTR なぜバリオ。さあ行け。最後果然是得要 GTR。 完全にオーバーテイクに成功しました。ポジションも他刚刚有选角的请帮我选刚刚上一轮一样的角色哦。間違いなく NFG で一番観客を沸かせる男、絶大な人気を誇りますが、中女子には負けないライスガイ。有外观就很强。相手は完全に狙っていましたね。タイヤが冷えている状態では、肉の AMG GTS にはトラクションが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。超強。なるほど。先頭の一号車、西上が快調に飛ばします。他没有办法选重复一只角色，可能会卡 bug。哦，是我们选到一样的，所以才会卡住，是不是？可能是，所以可能绿宝可能跟其他可能要协调一下。可是我已经锁定了、欸。我也锁定了，我一看到谁锁定怎么办？我已经锁定了。我也是、欸、我看绿宝现在是没有头像的，现在还能再选吗？啊，看到，没事，我换。好，感谢。好，哇，还好，角色先抢先杀 JJ。还好，我这一次最 OP 了，我先想起来了。真的假的、啊？我这支听说也很 OP 啊。你玩什么？火男啊？我玩那个武士刀女。哦，那个连段的。哦，我对格斗选手说连段，我连 JP 的连段都会了，你傻傻。哼，轻轻松松的。轻轻松松的、啊。你这是怎么感觉很像 JP 啊？感觉就是个魔法师啊！我不是魔法师，啊、看起来很像魔法师啊！你我感觉你要丢兵啊！我感觉，先扁他，先扁他，欸、先杀他，先杀他，右下角那左下角那只左下角那只，先杀他，先杀他！我不是，其实你们也杀不了我，就是了，看好了，我不相信啊！
那个风墙，拔雨一下，等几个风，好 ，OK， 单杀绿宝，夜夜干啥呢？先扁你、啊，来来来，先不要闹，先不要闹，哎、欸，完啦，再见啦，哎、欸，你们两个干嘛、啊？这个绑定好大题啊，哎、欸，怎么？偷偷的弄一下，不要不要，他自己的。呜，再发育一下。我这是得先升级啊，我这是没升级不强啊。这可以升级啊？可以可以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可以，我先跑路。跑路，哎哎，受不了，你等一滴血了。我怎么受不了？受不了，来呀！我找到人可以送他。救命救命救命 ！OK， 直接带走，来啦，冲，去死吧！你一滴血了，你一滴血了，金总没死啊？你一滴血了，你去死！再见了，我的，哎，打晕了，太苦了！你在干什么？完啦，有人伪刀啊！血有点多。血有点多，血有点多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完蛋！完蛋！这怎么弄、啊？你想收我血？再见！再见！完蛋啦！直接秒喽！你在收什么？被偷袭了。看一下谁血比较少啊？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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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枪死定了。OK OK OK。好，我集好火焰了。哦，叶子血看起来很少啊。哎、欸，别打我了！打我了！不要打我了！这个也太痛了吧！哎，我的攻击可以穿过你的巴巴喽！有了有了，叶子血很少，出啊！哎、欸，不要啊！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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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拿到了，叶子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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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冲！火枪怎么那么强啊？感觉是时候开大了！哇、哦！拿到了人头！哎，火鸟。没拿到哎、欸，火鸟，叶子想杀我，哎、欸，叶子看我连没有没有没有，完了，完了完了，我脚冲啊！为啥是我啊？谁叫你比较衰？别起来！哎呀，头被顶走了、啊，是谁啊？得分，绿宝，是我。绿宝先杀绿宝，别人头，绿宝是谁？那个八分的、啊，八分那个是谁啊？绿宝这边收我人头啊，气死我！来啦，冲到你喽！可是为什么莫名其妙被人家打？收到了，完啦！完蛋！哎，哭啊！叶叶，走到人头啦，走到你的那个里面去了，完了，收头！我在偏墙。这怎么痛、啊？哎、欸，人头，人头又被收走了！别搞了，你完蛋了，单杀你！亚当，我们冲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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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气死我了，我的头啊！欸、绿宝还想走啊？绿宝还想跑？绿宝还要跑啊！超级冲啦！给绿宝死！给绿宝死！为什么你那可以急晕啊？气死我！你那刀太强了吧、欸？他这个也太强了吧？白痴哦！你这刀，哇靠！他那刀做坏了。这个女枪有点手哎。OK， 为什么绿宝还能活着？为什么绿宝还能活着、啊？你给我去死！啊！杀绿宝啊！大爆炸！大爆炸！啊、大爆炸！哎、欸，哭啊！大爆炸是这样爆炸的。好、啊，没回到。这绿宝到底想不要啊？这些人不要啊！不要！完了！哇、啊，还中一个大招！小叶啊，快杀绿宝啊！绿宝死滑溜啊！你们干嘛一直追着我啊？你都没血了，杀他杀他杀他！死了没？
孩子用那个闹他，冲他冲他，给他死，给他死，给他死！绿宝那个血，他那个鞋子不死，哎、欸，叶子不要，杀绿宝，杀绿宝！你还想跑啊，绿宝？你别以为只有你会飞啊！哭啊！我怎么找不到分数啊？找到了，其他找到分数喽！你再给我这么鼓溜，完了叶子。举起来！绿宝，绿宝，绿宝！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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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气死我！我就不相信打不到你们，冲啊！完了，冲吧！白痴哦，我控到了，完了！蓝杀绿宝，哎，别！这个目标呀，我怎么还没跑啊？我决定等大招好了，我这是偏控场啊，其实不太好单杀了。完了，冲刺时加跑速，并且会把人撞飞，这个好啊！我撞死你啊，夜夜！不要撞我啊！你撞叶子啊！叶子快死了！叶子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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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一定要杀叶子！冲冲冲！我要杀叶子！完了，怎么又被击晕了？我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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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你啦！你不用走啦！气死我！小爷爷，哎、欸，叶子空大，叶子空大，吃我大招哦！吃我大招，好用、哦！这大绝呀、啊，中了！解开，走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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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哇，你怎么没死啊？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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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接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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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我们做绿宝那边。那配合叶子是不是做坏了、啊？不是啊，绿宝他大招做坏了、啊。火枪，火枪有问题。对啊，他那个大招是做坏的。他那个大招撞人，还会先击晕人呢、欸。我觉得要先杀绿宝。他那个角色 S 角。哎呦，爷爷超级空大、欸。继续向前迈进。超痛哎！我打死了一个人了。哎、欸，你干嘛捡我的东西？完了。我现在要先杀绿宝。OK，、我们停战，我们停战，先打绿宝，先打绿宝，要先杀绿宝，魔力无限了，讨厌！你不是错无边了吗？你现在追我跑，完啦！倒数五秒之后滑倒，他那只很讨厌。啊，滑倒！哇哇，什么？火鸟，火鸟，火鸟、哦！哎、欸，叶子，叶子。啊，没了！好啊，我弟弟没了，没了，哎，并列第一啊！我应该综合表现三个 S 来看输出，哎，七千，哎 ，SSS， 嚯，我输出十万六百 SSS， 六十万，并列第一。哎、欸，为什么第二啊？干嘛、啊？为什么我急杀五？哎，这个系统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你的那个不算了、啊，你死太多了，你十五次啊！你死太多次了啦！我十五次，十五次啊！哦，抗议！哦，我死一次，捡不到头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应该换个大招的，这个大招不好尾，我那个换个大。他还可以换大招哦，我到时候也要换个大。啊，算了，我这个大招蛮好用的。我要换另外一个，我要用那个有另外一个可以集气的大招。这只昨天泼水水乱讲，这一只打团超强了，这只单挑可能没那么厉害，但打团真的超强。混战之中，我让海浪淹过去。但他游戏又卡了，我重开一下。那长江冲刺啊、哦，那长江冲刺，我能说无脑，完全无敌。OK， 无脑脚。我们第二轮的房间开好喽，大家可以找一下对战。对啊，我换流派啊，我换那个纯水球流派，纯 poker。好，五杀五死三助攻，这是罗马，我等一下就死更少了。
不是个人战怎么还有助攻的？对啊，个人战怎么会有助攻？啊，刚刚一直很多人剪我头啊，我很生气啊。对，真的严厉斥责。真的，等下先杀绿宝啊！拜托不要杀绿宝，先杀绿宝，那个大招出来，我生气，真的。确实，不是我的、啊。那不要杀我，然后我这一把换角，好不好 ？OK，OK、okay. okay、吧，这样有共识了吧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不玩刚那一只，可以吧 ？OK，、啊、你不能玩长枪兵。好，对对对，好。阿丹，你不能开大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这就过分了吧？玩这游戏不开大，还好吧？还好吧？你怎么说不要用绿冲？哎、嗯，这要请这边加队，谢谢。哦，好，我又学会了。你会连招了是不是？其实刚刚没什么机会连招、欸，哎，人太多了。对、啊，刚刚没什么机会连招、啊，打一打都会被打断。我刚本来要秀的，没秀到。但我现在知道一些小诀窍了。嗯，我已经知道了，先躲在旁边，然后等那个残血的、嗯。对，先躲在旁边，然后再杀绿宝。对。就会有个残血跑过去，然后把他干掉。对对对，学会了。没事没事，这一把一定不是我先残血。等等，谁会残血？不好说了。不好说啊。把音量调大一点。五、哦。コマが早い。いや、そんなはずはない。カテゴリーグループは同じだ。アクセルさえ踏んでいればこっちの方が早い。同じ2リッターでもN8 とターボの差は歴然じゃねえか。ブレーキングからエントリーで離される。ボトムも速い。おはい、逃がしたくない。待ってくれ、アクセルを踏み込む時間を。それとは直線フェイヨー。ダメだ、離れていく。逃げられる。公安不减速。俺には理解不能だ。同じ物理法則が働いている場所にいるとは思えない。他的強項就是在直線。送个豆腐。这一季他早就不送豆腐了。这一季是来找爸爸的，爸爸不见了。验车验得过，验得过啊。那我们下一场要开始喽。他们的规则很简单哦。OK。OK。这局也请大家不要选重复的角色哦。我其实看不到别人选的角色。啊，对啊，其实看不到别人。看不到别人选的吗？对，所以我才会看放表。哦，了解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有撞到的话，我再跟你们说。好。换战术，换战术，换战术。水弹流加大，不好意思，加大海之怒。绿宝。绿宝跟其他默契太好，又打架了。我打架，可是我不锁定了。又是绿宝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又是你。我锁定了。我也锁。为什么我们这次都可以锁啊？还是我们再重开一次？那还是我没事，还是这次有允许？这次有允许同个角色吗？可以，可能没有进去了，可是跳分可以。哦，可以就可以，没出问题。好，应该没有跳了吧？暗插 ，OK， 我会了。应该是可以同个角色吧，应该是可以哦，应该是可以，对啊。
妈妈应该还好。哎，怎么有人穿着 Z 裙整套啊？右下角那个夜夜啊？对啊，怎么样啊？好、哦，自己人吧。可以，可以，自己人。来来，你来我旁边，来我旁边，来我旁边发育。来来来来来，我在左下角。要怎么发育啊？打到人有经验值，你就打那个接近的。哦。绿宝，绿宝，绿宝。对对对，先打绿宝。哎，你打打打绿宝，打绿宝。我们先赚经验，骗扁的绿宝。我的，我偷的。哎、欸，你急了，被穿透了。哎哎哎，完了，急了。哎哎哎，绿宝要打你，爷爷！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你在干什么，叶子？打绿宝，打绿宝，打绿宝！我从下面夹了。打绿宝，打绿宝。好、啊，好、啊，绿宝打绿宝，就打绿宝，就打绿宝。打他，要打他，来啦！超级大波浪，完了！我方获得道具效果，哎，回血了，回满了，哇，好爽，好爽！谢谢君，哇，都被你吃掉了！对啊，你刚刚帮我打了一血，完了，报警！哎，一 K， 哎，呀！啊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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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烛光有分，烛光有分。怎么有人会在旁边偷打啊？有人在偷袭啊！远程，远程。对啊，有一个远程的那个。先杀远程，要先杀远程，要先杀。其他很多远程的，我近战的。先拿枪就打谁？对，谁拿枪就打谁。先打那个拿枪的。你别那边丢水炮啊！是我丢的，我丢的。他先打那个拿枪的。哎，谢谢。哎，好啊，获得了无穷的力量。那我是无限什么干什么？叶子，叶子在找你是不是？我来了，完了，你这叶子大招开好了，是吧？继续向前前进，哈哈哈！过分了，根本不值得令。我已经找到这游戏的诀窍啊！我会蓄力水弹的。烈焰的华尔兹。哎，有人在五倍攻击力。不一样，哎，确实有点可怕。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先杀绿宝 ，OK 好。哎，怎么有个拿枪在那边射啊？真的，那个先处理啊、哦，我要把它卷起来啊。拿枪的很讨厌哦，拿枪的。哎，爷爷，我们先处理那个拿枪的。远程的，先死啊！哎，喷水的，喷水的。被你晃的水平上了。你们要知道，远程射不到头，远程射不到头，我们在打伤害而已。谁准你打我伤害的、啊？真的抓到头了，射不到头了，怎么都捡不到啊？真的。那海浪怎么 ？Hello， 咻！哎，你没做分哦，恭喜！咚咚咚，嗨嗨嗨嗨，嗨嗨嗨，嘿嘿。干嘛？哎、欸，自己人啊！他没气，他没气，他没气。Hello， 空大，空大，空大。谁准？小爷爷没气了，小爷爷。冲啊！残血的，残血的，残血的打。残血，残血。小爷爷，你不要跑！哎呀，完了，没收到。完了，被围走啦！哇！啊，这个拿枪的真是……哦、啊。哎。Hello。你还想跑、啊？你砍他，耶，砍他！你是不是想跑、啊？双手一摊，双手一摊，砍死他！超级海浪！我不是这样。哇，好，这也太痛了！敌方英雄遭到击杀，这谁的技能啊？好痛、啊！哎，结果结果结果，我跑跑跑！结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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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？火打水，火打水可能打不赢吧，火打水打不赢。完了完了，我要先出绿宝那边偷射，再见喽。他先打绿宝，先打绿宝。哎、欸，你一天，
你怎么动我啊？动人了吗？有了，捡到了，是你逼我的，优乐。有了，我把错人了，没事了，你进来打。我不在那边，你进来打，动。哎，完。叶子还敢那边偷偷玩呢、啊？我发现叶子那一只太快了，可以一只尾刀。真的哎、欸？哪有哪有，胡说胡说。无论多少，不是妖肉，你一定是还吃不到。再见了，再打到你喽！两手啦，我告诉你。哎，叶子闲着，叶子闲着，收到喽！完了，有人受伤啦，受不了啦！看看那个，我们两个大中到，好痛啊！哎，这在放炸了，小心叶子，你干嘛？来呀、啊！超级大！不要啊！为什么要这样啊？德美，看都没人死，快被搞死了！好，不！我的。叶子那一只真的是、有人残血，谢谢。增加158跑步速度，哈哈哈哈哈！什么啊？啊！搞定你！不行啊，你得死啊！绝杀绿宝，居然没有！绝杀绿宝，绿宝，怎么可以没有？我倒了，我已经倒了，太奇怪了，太奇怪了。继续支援。被收掉了。哎，叶子残血，叶子。哎，优柔刚好被我捡起来。我劝你们是不要打我，我很坦的哦。哎，不是，为什么莫名其妙就没血、啊？这个奇拉很强哎、欸，越奇拉要先处理哎、欸。Hello， 哎、欸。没有，真的没有。跑啊，叶子。快跑！冲啊，海浪！哎，完了，你那个水是去画面的，是不是啊？没错，被做坏哦，无法防御。他们也太远了吧！快跑！哎，完了，这两个头都跑掉了。多谢多谢，差点解渴。完了，瘦身，追不到了。板离，根本不值得那高贵的受伤。贼贼，我一定追得到你，你一定追不到我啊！我走喽，没回到了，我一定追得到你。贼贼，给我捡回来！我死了！哎呀，没事，哎呀，时间到，13分，差一点就回得到了。到了啦！哎呀，我要是早点上五等，哎，怎么又12分？我刚刚看决胜13分钟。没啊，你没捡到我那一颗啊！又冠军啊！逃走了，没捡到，你运气不错啊！跑得贼快喏。这样我加起来多少？十分，上一场13，我现在23。我现在几分啊？欸、我六个助攻哎、欸，基本上我那大招开下去必有助攻哎、欸。不是你那大招好扯哦，你那大招全画面的、欸。我刚刚已经离一半被你卷到，被你卷到画面端嘞、欸。我那大招可以从最左边卷到最右边哦。对啊，太夸张了。那个要按防御哦，你要防御或者冲刺才可以闪掉。哦，要按防御哦。防御是哪个键呢？防御不知道你们设在哪里。这真的很废，你不要乱讲，你们这些不会玩的在那边乱讲。我告诉你，我等等用这只夺冠。助攻一分啊，杀人两分啊。你看像小叶叶那一种。第三轮的黄金他。尾刀脚。不好意思，刚刚好像声音有撞到。
第三轮的房间已经开了，那选手可以进去了。好，谢谢。尤罗刚刚输出只有四千，他这么扯啊？那他真的都是伪蓝？四千拉拉第一，这是立回什么伪蓝？你不要胡说八道啊！立回，那这是伪蓝的。立回，立回。哎，这一间我怎么进不去？密码是一样吗？又一题。我们分两盘。哎，我看到很多。尬的 JJ 欸，在那个观战者是不是卡 bug 啊？真的欸，全部都是欸。我分身了，那我重开一下。超多超多。我们把那些先，我们先把那些假的 JJ 先删掉，那请 JJ 再帮我们进一次吧。OK。假的 JJ。假的杀完了吗？我来喽！有你的串位置，我们都杀掉了。OK， 干净了，我这是正版的。好的。哎，能继续追 ？OK。同一队，阿等会调啊？同一队吗？哦，调了调了。我是得抢点分呐、啊，我现在应该排名第二左右吧。嗯，确实是要抢点分啊。小叶叶现在应该是最低吧？上一场六分，上上一场四分，场面怪怪的、啊。我假设黏黏的，确实确实有一点怪怪的、啊。不是你不是跟尤罗同一支吗？我是大剑，不是拿大剑。哎、欸，不一样不一样，我是武士刀。哦，就是刚刚有一个火枪兵一直在耍北兰，那个要先处理、哦、火枪兵很讨厌，要先打。我现在第三啊，前面第一是谁？第一感觉是火枪兵欸，应该不是火枪兵收不到头，火枪兵一直拿助攻啊，投的分数比较高，嗯，投多一分。第一 Yolo、嗯、第二绿宝 ，OK， 先处理 Yolo。哎、欸，什么话什么话？不要胡说八道啊！先处理绿宝啊！先处理绿宝。选修为什么要打这么多场啊？然后我们这个队长要先拿分啊，然后等等才可以优先选人啊，才可以选到最好的队友啊。没有错。JJ 现在第三名哦。我跟你讲，哎、欸，为我跟你讲，我第二场直接先杀绿宝。OK， 哎、欸，跟我不是啊，他那个是排名积分，排名积分啊、哦，是看排名积分哦，不看杀人数的、哦。我以为是每一场加起来。对对对对，对对对。所以这一场就是要让绿宝最后一名。对，先杀绿宝，你就上来了。OK， 嗯，对。我决定这把我还是回去弗雷亚。完啦，他要作弊啦，完啦。没事啊，弗雷亚来了，我控死他。OK， 你控他，我尾他，合作无间啊！可以，嗯，我一分一分拿就好了，没问题啊。你们是在我面前组队吗？八组、嗯，我们都是游戏的哦。战术好，没有组队，没有组队，什么组队？我们不干这种事情的，胡说八道啊！是不是这个目标一样？对啊。哎，我好像卡住了。感觉还是带这个、欸，我觉得还是先冲五等，然后放这个，我觉得最重要。
欸，我游戏好像卡住了耶。好，我们确认一下哦。再进来应该接得回来，所以我重开吗？应该接得回来。好，那请大家先不要锁定，那又请叶子帮我重进一下游戏。我刚刚刀打了大概2000滴嘛。恢复世界的秩序，他们会防的，不是这道很难防的，好不好？哦，离开房间。我们等叶子重新回来哦。OK。我这一次换无法防御的这个版本。啊，这个是特殊伺服器啊。这好像原本的封面角吧，但现在好像变这只了，还是这一只，这一只吧。制作组也懂啊，洛璃的好。回来了。那我们开始游戏喽。好，小叶还是来一首洛璃。哪一个是洛璃？最新的那一只，最下面那一只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为什么我选一个芭蕉啊？他的这一群一整套怎么没有特殊的那个特效啊？缺了什么？没缺啊。哦，这好白痴的脸真的好丑啊！我要把这脸拔掉。啊。OK， 开锤！来了，来啦！爱一个隐身的效果。有人选弗雷亚，先揍他。嗯，我先杀弗雷亚吧。我先杀弗雷亚。请别抵抗。这把你们杀不到我了。他要躲去旁边啦，我们先去看着他。对啊。嘿，哎、欸，你真的靠到我哎、欸！那肯定啊，可是要歪走打超大的，完了哦！开车开车，叶子这样戳嘛 ，OK， 你等下就死定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先不要 ，OK OK。跳中脚！不管了，我要跳空击起手啊！哎，小爷爷，呜呼！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在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叶子干什么？骑士？干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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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这是在干嘛？这是怎么没有攻击技能啊？对哦，差赛嘞！烈焰的华尔兹，人前来今天，这什么？怎么选他是没技能的？不要啊！拿我的头！恭喜收头！一保一滴血。绿宝血很少，绿宝血很少。
打中了，打中了，打中了！是不是选错脚了？绿宝为什么会回血啊？你作弊是不是啊？我没有，我要作弊啊！靠北，知道就有回血啊！哦，OK OK。绿宝想剪头啦！哎，你怎么知道你就是头？嗯，叶子。想偷吃？靠，我动不了哎、欸！哎呀，这是哇！恭喜收头，来啦，完了空大、欸！还敢空大？哎、欸，我开大，老牛一定谢。开车了！绿宝还能剪头啊！我选到辅助脚啦！拖好快，拖好快，拖好快！哎，起啦！哎，哇，你这个控场，走开啊！绿宝可是我干嘛的？我没分啊，你不要吵我啊！完啦、啊，我的头！有没有人自己跑来给我打？哎呦，这个到底在干嘛啦？哎呀！我还不烂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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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蛋！走一走，吃到海波浪。完了！绿宝又要开大，绿宝又要开大，来杀绿宝！你不要打我，说杀绿宝，然后一直打我是这样。哦，看错了。真真，哎，后面那个是谁啊 ？Yolo， 你干嘛？Yolo 不要啊！给 Yolo 死啊！谁射头？谁射头？啊！好啊，收头哥！啊Hello， 放不了几次大招嘞。嘿，你拿起来！有人在喘呐、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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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人在喘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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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包！救命！他就不能打绝了，可走走冲啊！超级海波浪！哎你怎么又捡到这个了、啊？水弄啦，又被卷到啦！来给我回血的，我要回血啊！对对 ，Hello。那叶子想杀我啊！好啊，海叶。哎，小叶叶 ，Hello。哎、欸，有一个人九分啦、啊，你们要不要先杀那个枪手啊？那枪手九分啦、啊，有我捡到了。绿宝要来尾刀啦，帮处理绿宝啊！好，来，我来处理绿宝，他要拿分了，他要拿我这一分啦、啊，快保护我啊！我来保护你，我来保护你，我来保护大家啦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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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杀我！哎呀，有人十二分啦！不，你就都死了。这是谁？枪手谁？我枪手是谁？我枪手要先扁呐、啊！先把叶子卷起来再说啦。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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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！是啊，我枪手也太多发了吧！别啦！完了。那个十五分有点夸张哎，处理一下好不好？有一个十五分的、啊。十五分是有点太扯了。十五分的在左下角啊。谁啊？吉拉是不是啊？我的。
无限大招，无限大招，漂亮！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放大招了，一定要抓一个好机会！大招要来喽！又到你了，又来喽！冲！完了！王，冲吧！完了！快呀、啊，杀那个枪手啊！追不到他了！逃不了了！枪手终于死了！枪手终于搞定了！继续支援，获得超级效果。要杀绿宝，要杀绿宝，没错。好，先杀绿宝，先杀绿宝。干、欸、嘛 ？DJ， 走走走，先杀绿宝，冲啦！真的不是我，不是吧？你要杀第一名，怎么会杀我啊？你就是第一名啊！他是第一名啊，倒数第一名啊，他是倒数第一名啊，要杀他！冲啦！你还跟流跑啊？大招还能好吗？完了！杀！再开一次大招、哎，太痛了吧！我再开一次大招、哦，这个太痛了吧！啊、没了、哦，太难了吧！有了，优柔被我卷走了，被卷啦！靠输出，第二名18000，他给我一个他给我一个很衰的音乐是怎样？我输了是不是？代表你垫底。好像有垫底在跟我说话、欸。尾刀哥，哇，那优柔怎么大招超大？什么尾什么尾？我看好的、啊。那个好像是速发的、欸，那个大招很高啊。没有速发，很容易空大、啊。我那个超难的。那只不是辅助型的吗？好强。对，我到底要选谁啊？要来选队员喽！队员到底有谁呢？准备来看队员名单。哎，你看主播台有那个输出表，我最高。我最高8200，哎，没有你最高，少你100啊！我被你卷到了，我爸最高。如果比输出你就无敌了呢？真的比输出我无敌。叶子成伤9100，哎，好猛哦！他基本上都来挨打，就全部都打我啊，好可怜、哦。我真的好惨的，来当沙包的。啊，小爷爷都没被打哎、欸，啊，他也没在打人哎、欸。我这好像是辅助角，这好像可以补血对不对？回队友血，好像是。我选错了。他可以一直把我弹飞，带着感觉要拿助攻分。啊，不是啊，他都没打到，然后他还有第三名，他混到很多助攻哎。哎，不对，你还尾到很多头哎。嗯，什么尾？我那个伤害也是打了5000了。干不是哦，你那个伤害就别讲了，你整场三场全部都追在我后面。我是欠你钱是不是大爷？是啊，那只很讨厌啊，一直飞来飞去的。我先稳一个。那我们等一下广告后就会进行两轮的选秀。那两轮的选秀都结束之后，就是大家如果有事情就可以先离开，没有关系。Okay. 我们会轮流把，我们两轮的话就是第一轮是从积分高的，然后到积分低的，第二轮就会反过来。对，那我们就会一个一个把大家传送到上面的主播台的语音群。然后一样是等易先生他们 Q 的时候再请大家讲话。没有在工伤，在比赛。比赛中最好是不要。哎，我发现主台全部都是我的 highlight， 就是我那个放那个大海浪的 highlight。
你没发现你的大波浪其实范围很大吗？比我们还大。你那个大波浪很夸张哎。啊，卷三分之一地图哎。我从画面中间被你卷到画面尾端，我真的气死。哎呀，我是第一名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好的，打倒优喽！为什么小月只有一分呢？打倒优喽！哎，你第三场不是第三吗？哎，小月，你有参加吗？你两场零分哎。不是，为什么我是零分？我刚刚不是第三吗？不是不是，他的计算错了，因为叶子也是零，小叶也是零，两个零呢？他写错了吧？是吧？But 我们的他的是计分方式是那一场你如果拿到是看他的排名，然后去算什么分数这样。对啊，小叶叶最后一场是第三名，小叶最后一场是三分呢。对啊。好的，我一下哦。啊，没事啊，其实他排名没变呢、啊。嗯，没变吗？排名没变啊，只是好看一点的、啊，起码不要零分嘛。就是分数好看一点，但其实排名没变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分数好看一点。就至少你不是一分嘛。242，不是哦，最后那个大波浪。不知道为什么卷刀都没死、欸。KSP 跟烟花好友都没人在破。可是你没死，如果人家杀死你，好像会拿助攻的分数哎、欸。对啊，就过几秒内打死的话，我就有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先稳一个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分动了，我们刚刚改的，不好意思。它是更改过的成绩。小叶那分数比较好看一点的、啊。对啊，你这样分数还好看呢、啊。好看一点了吗？虽然你还是最慢。很好。绿宝后面两场只拿一分哦，这么惨啊！我也才八分，不是哦，后面都，我这是后期发力的、哦，我是打团脚了，可惜啊，没人帮我，没人帮我 poke 一下，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，然后他们开枪了。我们的选秀等一下是盲选是不是啊？应该是，就他们有填、啊、有填那个表格，就是问他们一些你想说的话，其实也不知道我们选到谁啊。哦，所以不能指定选啊。不能指定选，是盲选，盲选。我原本想选阿土的、欸，这样我们就兄弟齐力断金三百公斤呢、欸。完啦，会有特征哦。OK， 那我已经知道了。早知道刚刚就选这只了，不怕。OK， 哪只？你说巫女啊，还是哪只？等一下，就那个洛璃。洛璃是哪一只啊？最下面那个。有机关枪的那一只，哦，那只好像很猛哦，大炮远程。有大炮的，看一下，就是远程拿枪的，然后他好像没有近战手段。哦，有一只的大，我觉得还蛮麻烦的，那个有个大叔，他的大会把人家定住，然后变人的。哦。说赫奇拉，对对对，然后赫奇拉应该是目前最难玩的角色。
真的假的？就是、他派生很多，就是他的招式种类很多。嗯，好爽哦！要专追踪哎，感觉比较。嗯，他很专注，也没办法。他那个是盲选的，他要看那个资料，也不知道选谁。可是他们应该回答的那个答案会有一些提示啊，骗子多。就例如说，这位选手喜欢吃的水果是哈密瓜，大概就知道是谁了。这样。了解了解。是应该是类似这一种。OK。我到时候比赛完再玩。但那一只冲浪的还是得有人玩。确实哎，感觉很痛。比赛的时候也不能撞角色吗？还是其实是可以的？可以吧？啊，比赛我记得好像不能撞，同队不能撞吧？同队不能选一样。对，我记得同队不能撞。哦，好吧。缺乏近距离防御手段。哦，你说那个大炮女哦，贝洛斯哦，很强，很强哦。哦，我现在玩感觉很强。OK。哦，也蛮可爱的。完啦！我看个女生就宕机啦！我只是看个萝莉，火炮萝莉亚怎么宕机啦？完啦 ，OK。不给看萝莉。打不到墙壁的后面了。这特殊技是什么？嗷一声的。果然可以接好。有一只会隐形的，那个叫艾因的，它会隐形。有时候会蛮麻烦的，刺客，对，侦测到最新的游戏版本 ，what the 哈，他怎么不给我进去？改版哦，完啦，改版啦，难怪我被踢出来啦。火法就是火人吗？怎么会有更新啊？地狱轰炸改成液氮，火法就火男，好。到时候练习一下，然后可以打好 JJ。这个飞弹模式不可能，我玩这个真的超强。完啦！为什么啊？为什么我要更新啊？什么鬼？你是选到原本是武器啊？比赛用的？比赛用的、啊欸。一发720哎，这样720。重弄一下。还想要一发720也太痛了吧！我再重新选一次。那也还好，因为我们打完了。哦，对啊，好像也没差哈、哦。嗯。对啊，应该不会再叫我们开游戏了。哼！刚就该选这个东西的。刚才是很猛的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是去练习场摸是不是啊？我摸一下那个萝莉女，可以用那个制定对战自己开，然后加电脑，然后电脑选疯狂会很强，是不是？强，对。哦，了解。好，我先选一下萝莉女看看。有萝莉必选萝莉。是不是就这句话，所以游戏还当掉？刚才是的，我刚刚看那个萝莉，我看他的东西啊，看一看就当机了，然后一直进不去，我很生气啊。OK， 不是他了。哦。哇，他有格林机关枪哎、欸！我的天哪、啊！
放攻击技能时会开始累积，带有破防效果，可以蓄力。哇哦，怎么一个往上放烟火啊？那个超强啊，那个自秒，真的假的？啊，往上放烟火啊？往上放烟火会很强吗？嗯，前期应该是蛮强。哦哦，追踪哦，那是追踪的哦。哦你看，等一下就会开始进行选秀的环节。那我们选秀的第一轮选秀的顺序是 YOLO， 然后是奇拉，接着是绿宝、夏追追、叶子跟小叶子。那请大家就是要等到翻牌的动画跟音效之后，先让你们讲话选的，然后翻牌跟音效出都结束之后呢，再接着讲话这样。OK， 先讲话，然后选人，然后音效没了再讲话，这样吗？对，没有错。啊 ，OK OK。那等一下，我们就会依次把大家带到上面的那个主播台那边。火力全开！到时候就靠这个火力全开了，是真的把它轰烂的，把全部都烧光光吧！哇，感觉确实有点猛哎。假人已经死掉了，假人已经被打到死掉了。火力全开！哇，而且他发大招有点快哎，还可以动吗？对，还可以动吗？哇，真的伤害！来，有没有要跟我单挑？格林机关枪。哎，假人没了，有人来单挑，打死啊！啊，不行，等他等等就要选秀啦，等等等等。他们好像还有一阵子，来夜夜来单挑，你最后一名。我单挑，你加房间吗？我来扁你。刚刚那个是不是吗？嗯。你死定了！啊、我现在这只很强啊。轮到夜夜的怕很久啊。我都挑胜了。模式好，始动模式，出来吧，洛璃！你惨的、啊，哎呀，我 need my skin 啊。但可以在这个情况下飞，所有的飞弹都会爆炸。地狱轰炸可以移动，好，这样。嘿嘿，没办法呢，毕竟我很厉害嘛。刺客啊！刺客看起来很强哎、欸！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我压倒性的火力吧！那你也得看你吃不吃得到我喽。哇，你那个是自动导弹了、啊？是我手动控制的。
好，为什么是你先动啊？那当然，我有力哦，是我正武啊。啊，什么东西？这个又正武啊？你看，哇靠！为什么你可以有个霸体啊？因为我现在是觉醒状态啊。这次不会再。哎呦，你也开大了！开大了！游戏怎么那么难打人啊？需要一点技巧。你需要跳起手啊，跳起手比较好打到人。哎，对，飞弹飞走了。没有空投，练的。真的。哦，空大。算空大吗？有可被选走了。Joker 是谁啊？为什么是 Joker 啊？他说他是 Joker。哇，你还可以收毛啊？收差呀！哎，砸到你了！快枪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也不用管是什么东西啊，你要被我炸死啊！对，现在在玩哪一只杀小夜夜啊？我在杀小夜夜，他要被我杀啦！哎，低呀，这只，因为你没连断啊。哦，没连断。哇！方英雄遭到击杀。从地狱复活。收毛其实还行。哎呦，哭啊！你隐形了，我还想说你怎么不见了。但其实我看得到你，在这里。哎、欸，你看得到我？这隐形这么烂呢、啊？哎呀，那你的装饰品露出马脚啦！你的灯笼露出马脚啦！你说隐形还会露出来啊、哦？他身上的那个装饰品露出来啦！好，哇，下一位是 ZZZZ 安安，安安。要看看哦，要看看。喂，有吗？哎，有了，有了，哎，有，大家都好有活力。你还有234号可以选，234号，我来看一下，这什么？四号就一个狗掌，我选4号啊，这个应该是一只狗吧？哦，你确定玩这么直接吗？你不考虑一下2号或3号吗？是你认识的狗吗？这个可能是我认识的狗啊，大概。我呢，还是要选自己最喜欢的狗。好，那确定了吗？确定了，
OK， 选一只狗。四号翻牌。你干嘛？干嘛？这在干嘛？好，我们还是知道丁义这个有什么想法吗？没啥问题啊，反正也配合久了，至少能搭车起来。老队友了，哇，老队友了，这水人蛮关键的，捡到了自己的老队友，对于整个队伍的向心会更加的有信心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感谢谁谁，那我们谢谢谁，下一位队长。基本上接下来这个队长，接下来下一位队长就是这个。发辣了，一样装。耶，你的刺客好像不像刺客哎、欸，都没刺到我的、欸。对啊，我都刺不到了，大。你知道最后一下要按上才可以把人家打飞吗？队伍占领据点。哎，我赢了。就你要普攻普攻普攻，然后最后按上普攻才可以把人家敲飞哦。然后你再跳起来继续打。是吗？看不太懂，到时候再摸一下这到底要怎么玩，看不太懂。一直按上也可以，还是 Yolo 我来扁你啊 ？Yolo 嘞？好啊，好啊，可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被游戏当掉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王牌战。哎、欸，哦，我去另外一组。丁义的线索是什么？丁义的线索就是直接一个国长嘛。来我商场了吗？嘿嘿，没办法呢，毕竟我很厉害嘛。我这次单挑好像不太行。OK， 美杜莎女王到底会是谁啊对啊，美杜莎女王，感觉一定是男生吧？我感觉是一定是男生。那感觉两双手是不是？有点是吗？没有就屌吧，不然就两个手臂，盔皮靠背，笑死。我这只点耗魔降低配飞弹很猛，我就是想煮飞弹啊，但我不知道，我就点那个啦，飞弹强化，还有移动飞弹。敢趴地啊！哎、欸，还敢瘦身啊？你没得瘦喽！我还有一次啊，没事啊，我靠着打。完了！嘿、欸，没防到第四下。嘿、欸，那个是会出界是不是？这样会哦。哎、欸，没瘦身喽。哎、欸，没事啊。来喽！运作直接带走，没有带什么走。完了！哎，我没魔啊，难怪。炸到！我这血量的优势。完了。来一个慢起身，当真飞弹，冲！哎、欸，那个追踪弹，完了，这追踪弹就有点强啊！欸、我的瘦身都被吃的靠边，我觉得你这角色太强了，实力的差距啊，主要还是实力的差距。我觉得是角色的差距啊！下去，
哎、欸，角色你好像有点强啊，可以协调哦。烧光光，还想防啊？破防喽！破命解除。哎、欸，对，你要去。自己大刀进水里。哎、欸，还蛮有。风很大。哎、欸，不要。哎、欸，还可以打背哦。他 是命中比较慢，哎、欸，完了，没当身了，哎、欸，完，哎，还要掉抗，完了，完了，拉开距离，冲哦、欸，完了，我一个被人把瘦身弄掉了，瘦身，慢起身，慢起身。对啊，我也觉得。哎、欸，怎么样？我这个换位。完了。你的角色好像有点太强了。哇 ，KSB 被选走了，可恶。点燃整个战场吧，把全部都烧光光了。完了。为什么又是大换大？两个大换大。完啦！这是铁桶，哎、欸，你快点！什么鬼？完啦！铁桶这游戏不太好玩啦、啊！完啦！你这角色单挑有点强啊！操作不佳、啊！哎呀！哦，我们回到 JJ 了，轮到我了，是不是？来，四个选项，一二三 ，Tio。有喜欢的吗？我看一下，又一条狗、哦，又一条狗吗？好啊，不然再选一条狗啦。哇，哦、你要我还要确定吗？狗狗组合吗？二号吗？确定吗？我再选一条狗，我看这一条狗会是什么？哇，一条狗。我怎么觉得今天你比较想要知道狗是谁，反而不在面对我？我就想知道这狗狗到底是什么。哇，自首吧，人都被打。确定哦，确定哦，确定确定。那我们二号请翻牌。啊！土，这个照片，好久没遇到阿土喽。真的，而且我刚看那个绿宝的头好像很傻。对，我要先讲这个照片，这个照片大家自己选的，不是我帮他选的。这个他可能不想啊，完全不是我，这不要怪我。也可以的，阿土啊，也是熟的吧？跟这些熟的。应该是熟了吧，还算还算可以，算熟，还算可以，还算熟，还算熟。那这边恭喜你这边选到了阿图，这边感谢 JJ， 感谢，谢谢 JJ。来接龙，下一位。海队，我被这个，我被这烧死了。你们，哎、欸，这个场地太烧了吧？而且我被烧死，你还不加分呢、欸？真的、欸。还可以自杀是不是？戏过分，自杀会扣分啊！哦，我这飞弹真的超强，飞弹有点强，真的。上这一次，不赢你完了，我把你推下去，下去一个防守，我一个瘦身，我一个扣分，胜利。完啦，15-1，垃圾游戏啊！有啊，你这瘦身，垃圾游戏完啦！你承受了7天伤害，比我打的还要多。气死我！师父葬身大海，讲啦！看一下啊。啊，队员，我看一下你还剩几个可以选。后面，我反正我就最后啦。水行侠跟谁？
三分钟热度都不知道是谁。你还有水行侠可以选啊，上下牌哦。水行侠、哦，因为他这边也没有那个队员名单，我也不太知道有谁。对啊，阿北吧，感觉是阿北。阿北哦，还是那个小生、啊。对，阿北还没出来。阿北还没出来吗？阿北跟聂宝，哎，聂宝已经出来了。聂宝出了，聂宝第一轮出了。阿北被选走了，有阿垮可以选哦。对啊，哎，那你剩这个，应该是这个小葵哦，二二小生这个是不是？哎，又是妹子哎。我的那个是妹子啊、哦，是妹子哎。哦。还是个高中生，高中生哦。她是女大生哦，那我就放心啦、啊。嗯，那你那一队又不用赢啦，又要看来冠军是我这里啦。没问题啊，我们二打三啊，他就负责当吉祥物啊。水行侠，准备翻开。没有，那是师父喜欢的、哦，我还好，我是要选出冠军阵容的，我是来夺冠的。你看我刚刚跟师父打15-1，15-1，这比数能看吗？到时候决赛就是这样，15-1横扫。真的被优洛选到了。亚军，谁会是亚军？谁会变亚军 ？Megu Megu Fire！ 又选到妹子啦，师傅！真的哎、欸，怎么每次妹子都会？而且这个不是我选的、啊，不是你选的吗？我是最后一个啊，我没办法选啊。那我们今天的环节都到这边结束了，那我们等一下公布最终的大家分组的名单，然后大家可以去忙自己的事情了，那就我们下礼拜再见，感谢大家，感谢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感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今天玩得很开心，准备来去僵尸 fire。选了两条狗，有一条狗竟然是阿土。那就试转去哪一队啦，欸，感觉到时候选这一支无敌，欸，这一支偏强，欸，这支我看就算在这个乱战之中也很强，欸，
叫狗保好我，他会玩那一只啊，他会玩一只那个冲来冲去啊，叶子刚玩那一只啊，那只蛮无脑的，那只控场之王。这造型很这一群，没错，现在登录就有我们这一群的造型。啊，这是测试伺服器了。天赋要带什么？来，我来教大家配点。一等点这个普攻连续攻击。两等点格林机关枪可以上下移动。三等点飞弹范围加 40%。我这个加太多了吧。啊，但我决定还是点飞弹速度加 20%。所有技能的魔力消耗减少 25%， 每施展一个攻击技能再减 7%， 7乘以5 35%， 60%， 减少 60% 的耗魔。可是会燃烧欸，这感觉是给机关枪在用的欸。不是，我可以先用机关枪先叠。大招自动锁定敌人，焦土轰炸跟炼狱的一级，感觉应该选焦土轰炸、欸。我来看一下这样多耗魔。手感震烫好了，你配手感震烫。僵尸启动，僵尸准备启动。冷大凯。实在是蛮耗魔的。觉醒！开机关枪只算一次招式、欸，奥义跟上面的 X 条还是分开了。打僵尸环节吗？有啊，选秀完还要来打僵尸、啊。
跳什么，现在也不是主力的招式啊。我觉得实际在打的话，如果大家都不太会玩，应该就是用这个秒飞弹，然后再来就靠这个大招了、啊，这大招也是四秒。泼水啊、哦！泼水换别人玩的啦，那自己很强啊。那一只控场之王啊、哦，丁应该是玩那一只坦，那只坦也很强。这里啊，这里在等大凯啊。等大凯五分钟环节，哎呦，哎，选到你了，走鸡，不是你直接放一个狗爪在上面怎样啊？恭喜你，慧眼识英雄，我相信只有你这样高手还是才可以认出那只。你就直接放一个你的国掌在上面呢、欸。僵尸启动，这款有血哥交对策吗？哎，这款我比血哥强多了。你看我刚刚打 Yolo 15-1啊，15-1啊。